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富贵说历史。世界上要数哪个国家的女兵最漂亮，那肯定就是俄罗斯的。以内俄罗斯那个地方本来就是出美女的，生活在俄罗斯的女兵她们个个都是浓眉大眼的，而且长得还十分漂亮。还有就是俄罗斯那个地方也没有石磨辐射，这些女兵的皮肤看起来都非常的光滑细腻。俄罗斯的每一次阅兵中最亮眼的就是俄罗斯的女兵了，她们不仅长得漂亮，而且看起来就跟天鹅一样那么的高贵优雅。但是很奇怪的是，为石磨者磨毒，那漂亮女兵没有人娶呢？其实是因为俄罗斯的男女比例不协调，大多数人觉得这是受二战的影响，其实并不是的。二战过去已经很久了，所以按理说俄罗斯已经早就恢复了。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俄罗斯的女性不想生孩子，在俄罗斯对于生孩子是有奖励的，这也将俄罗斯的女性地位再提升了一个层次。但是这些女兵并不想成为一个生小孩的工具。还有就是俄罗斯的女兵比较凶，所以在军队中的就更不用说了，所以俄罗斯的男性一般都是驾驭不了的。